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是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看见天空很蓝，我的情意在这里，他永不嫁。我身边的温暖，我的妹妹为了你花，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心里没有他。我明天一定要去找他。怎么就是许开阳呢？诱惑。你跟许公子怎么了？没怎么。我跟你说啊，这许公子可是得罪不起的大人物。得罪不起？嗯。为什么他得罪不起？他爸是建材公司的大老板，家里可有钱有势了，而且啊，在沪江可有名了，而且这许公子还长得帅，好多女生哭着喊着扑上去呢。不过我听说他一向是到处撒网，四处留情。他怎么了？许公子，许公子，来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灭灭火，灭灭火啊！哎呀，不就是一小姑娘吗？你许公子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别跟他一般计较啊！你懂什么啊？啊，咱们许公子什么时候在小姑娘面前丢过这么大面子？没事啊，咱必须让他血债血偿。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你是不是觉得身上烫烫的，头脑胀胀的，嘴唇麻麻的？是啊，麻麻的。你发烧了？翻来翻去，还让不让人睡觉？
哦，那个，我从小到大我没自己一个人睡过，有点不习惯，怕怕。完了完了完了，又来一个女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哎，好了好了，赶紧起来吧，第一天上课别迟到了啊！出去。帮咱大领导，这次大面全是咱们班。昨天左边长头发那个，那穿着打扮，该走进来我看看，长得最漂亮，而且还特别文静，那简直就女神啊！我喜欢。咱俩小辫这个才好看，你看那大长腿，身材多好。他们几个好像在后面说我们呢。短头发那个是我的菜。啊，他不会是那什么吧？他要是那什么，不就更那什么了吗？哎，我觉得最右边那个波波头，你们看，娇小可人，婀娜多姿，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哎，你这气质，真的是。各位同学们，大家好，首先欢迎你们来到大学学习。非常荣幸成为你们第一堂土木工程概论基础课的老师，我叫石若简。完了完了完了，这次真的是那个蒋建兴。蒋建兴，怎么个意思呀？是师哥师姐给他取的外号，沿用至今。不对呀，他叫石若简，应该叫若简兴。皮肤干燥，头屑重，头发脱落，面深妆，条条都中了强碱性的特征，而且脾气不好，还体罚学生，民国四十了还没嫁出去，你们说他是不是强碱性？我觉得不能叫强碱性，他这简直就是强酸性。今天我上课的内容呢，主要先阐述一下土木工程的概况。那么什么叫土木工程的概况呢？这位同学，上课请不要戴口罩。更不要嚼口香糖。Civil engineer。这是土木工程师的英文单词，意思是建造文明的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职业之一。这位同学，你是对我有意见吗？说你呢。没有。麻烦你站起来，复述一下我刚才讲的土木工程的概念是什么？土木工程师是做什么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很好，第一天上课你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不能走，哎，你不能走，哎，干嘛？你得给个说法吧。昨天晚上泼了我们许公子一身水，你还什么都没发生。哎，我可是亲眼看。我说了，什么都没发生。我还有事，先走了。哎，我就是想让你说明白，你昨天晚上干嘛那么对我？因为你长得又高又帅，稳重低调有内涵，我喜欢你，行了吧？我可以走了吗？眼光好犀利啊！喜欢我的人多了。
哎，奶妈，给对面我俩加个七步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nice！ 天机快被 A 死了，快给他加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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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你好。好，好，好，好。走起！你好。啊。你好。你找谁呀？我找林静。啊，林静啊，她原来住这儿，现在不在了。还搬宿舍了？我说我怎么找不到她呢？她搬到哪个宿舍去了？她昨天就走了。走了？去哪儿啊？她出国了，你不知道吗？哎，来了来了。你骗人！她怎么可能出国了？他出国能不告诉我吗？我前天再给他打电话，你说他出去了，你当我傻是不是？他怎么可能出国了？哦，你就是那个老打电话给他的小姑娘。没错，就是我。他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我骗你干嘛？他真的去国外了。我们系就一个交换名额，就是他。你要是不相信，去隔壁问问，大家都知道，这又不是秘密。至于你说的电话嘛，他非让我说他不在，那我能有什么办法？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出国了？他出国会不告诉我吗？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说你到底有什么阴谋？我能有什么阴谋啊？那他本来是要留校读研的，谁知道他改主意了？再说了，留校和出国那是谁都选择出国呀。这就是他的床，你要是还不信啊，你就查查出境记录吧。不会的，他怎么可能出国了呢？他要是出国了，为什么会不告诉我呢？肯定是你在骗我。林静哥哥，这个送给你，生日快乐。这不是你最喜欢的书吗？我最喜欢的书当然要送给我最最喜欢的人啦。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你别在我这儿哭行吗？你看什么呀？还不过来帮忙啊？你别！你干嘛呀你？放手！哎，任堂，你干嘛呢？你害得我们都死了！哎，差不多行了，快给小姑娘赔礼道歉！别怪我，帮我解释一下，我求你！哎，晨晨，不是你看的，不用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晨晨。快！耶！耶！你没有见过大王叫我来巡山吗？上个月开始就没看到他上线了。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们干嘛去了？这么久不见你们，很久没看到他了呢。林静，快滚出来跟本大王巡山啊！哎，现在才回来。嗯。哎呦我去，咋成水帘洞了呢？不会
是进贼了吧？这哪个贼会帮你洗衣服呀？你们回来了，不是？你这干啥玩意儿呢？你想要的话你就说。你受什么刺激了？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没事啊。你们还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吗？都给我吧，我帮你们洗。不用，不用，这，我觉得一个月都不用洗衣服。你不是失恋了吧？这电影挺好看的。林静给我打电话，林静给我打电话。没事吧？我没事。林静，是你吗？微微。妈，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微微，你回来一趟吧。我想跟你爸离婚了。薛阿姨，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你跟你妈简直太过分了！我告诉你啊，离我们家林静远点，要不我连你一块收拾。薛阿姨。是啊，爸爸呢？回奶奶家了。等爸爸走了，他就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天是不是选厂长的日子？就是啊。他那个身有灵气，肯定是林副厂长，我看也是他。哎，那怎么了？选厂长这事儿啊，他肯定是没戏了。我看也是。周湘云，我没点对你不好啊，你为什么总是跟他勾搭勾搭的？你倒是说话呀！我知道，你没有话跟我说，是吧？郑民生。我都跟你解释过了，你不要再胡说。我没有对不起你，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打吧，你打呀，你也让我看看你这些年爷们儿一次。我怕脏了我的手。你和林伯伯。怎么会这样呢？这世界上这么多男人，你为什么偏偏要和林伯伯纠缠不清呢？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微微，不是的。妈妈跟林伯伯20年前就认识了。20年前？难道林伯伯就是你说的在香樟树下的初恋情人吗？
妈妈年轻的时候跟杂技团去婺源演出，那个时候你林伯伯也在婺源读技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妈妈认识了你林伯伯。现在想一想，那段时间虽然日子很苦，但却很幸福。直到他毕业分配了工作，要离开婺源，妈妈心里虽然很舍不得，但是也不能够自私的让他为我放弃这一切。五年后杂技团解散了，妈妈经人介绍就去了纺织厂工作，嫁给了你爸。很快你就出生了，没想到在你出生后不久，有一天妈妈跟你林伯伯又相遇了。后来知道原来他换了单位，并且娶了你孙阿姨。薇薇，妈妈今天把这一切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够相信妈妈。虽然这些年妈妈跟你爸的感情的确不好，但是妈妈跟林伯伯之间一直都是清白的，因为我们大家说过，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再也不提。所以说林静是你逼走的，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两个很幸福的家庭？薇薇，在感情上妈妈是一个失败的人，别人怎么看我都不会在乎的。妈妈只希望你能够谅解妈妈。我没有你这么自私的，妈妈。薇薇，你现在已经知道你爸跟周佳云的关系了吧？那妈问你，你现在还要为了郑薇不出国吗？妈，这事儿跟薇薇无关。事到如今，你妈什么都没了，就剩你了，你必须要跟那个郑薇一刀两断，马上出国。我做不到。啊，那你妈今天就死在你的面前。妈，放开我！妈，放手，够了！我答应你出国，但你没有要答应我。守口如瓶，永远不要让薇薇知道这一切。永远。
嫁给我，就是因为你们把这一切都毁了。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把这罪让我来承担？凭什么？你别走，你知道吗？你妈这么做全是为了你啊！只要你们答应我的事做到了，我也会做到。微微，对不起，我今天说错话了，别生气啊。我就是生气，哄不好的那种。好，哄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快点离开这里。你会在那边等我的，对吗？会。好。等你上大学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一夜之间，我熟悉的世界变成了可怕的模样。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林静为了保护我不受伤害，选择了独自去承受这一切。可在那个时候，我只会以为林静不告而别，是因为恐惧、怯懦，选择了逃离。吓死我了！你们知不知道，本来咱女生宿舍阴气又重，容易闹鬼的。哎，小北，我还听说啊，他们经常在女生宿舍里面玩数人的游戏，有时候啊，数着数着，就数多一个。啊，真的？真的。我不信。要不然咱们数数呀？别闹，蓉蓉你先说。一、二、三，你怎么也能行？我先说。一、二、三，我就说没事。四。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哎呦我去！哎呀，妹妹你可来了，咱俩快把我吓死了！你来了就有人保护我了。微微，是不是我们几个把你吓着了？喝个酸奶压压惊吧。
朱培，我再也不喝酸奶了，再也不玩游戏，再也不能喜欢林静了。没有啊，那个郑薇啊，家里的男朋友把她甩了，是恋后用到自杀呢。哎，我怎么听说是因为许公子呢？因为暗恋许公子，被拒绝之后受不了刺激，要撞墙呢。啊，撞！救他！薇薇，你怎么了？说呀，这次是上吊，真的假的呀？嗨，为了引起许公子注意呗。许公子那么帅，嗨，就是。这放风筝傻不傻？放心吧，许公子，我师出名门，一定能引起他注意。谁说要引起他的注意啊？我是要给他点惩罚。哦，对对对。惩罚！来了！快！完了，要出人命了！你，我把鸟断，太刺激了！许公子，光天化日这不好吧？把圆上来了！干嘛呢？薇薇没事吧？快起来！薇薇，没事吧？哎呀，你起来！哎呀，都出血了！我，薇薇，我看看。你走开！哎呀，你没事吧？哎，听说了吗？这次是割腕，割腕，对，千真万确。我听他们宿舍的人说的。谁啊？我看到了，而且是亲眼所见的。至于吗？啊！谁让你们偷听了？哎，郑薇她真的割脉自杀了？那当然了，伤口啊，都弄这么深，这么深！不可能呀，许公子不喜欢那是正常呀，他怎么这么想不开？
这首歌由全体同学送给生活在黑暗中对生活失去希望的零六级土木系的郑威同学，希望他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哎，微微啊，微微，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要对生活有希望啊，加油，加油啊！关门了，你别想不开啊，这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你说什么呢？魏总，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许公子那一枝花呀，喜欢他的人多了，他不喜欢你还有我呢。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薇薇，你别冲动啊，你还有我们呢。对呀、啊、你快下来，快下来吧，下来下来，薇薇干什么呀，你千万别冲动啊，你还有我，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薇薇快下来，下来吧，下来，听我的，快点下来，快点，郑威，别做傻事啊，有话下来咱们好好说。嗯，薇薇，我跟你说啊，你别往下跳啊，就这高度你要跳下来不会死，你只会残废，再说了你都死这么多次了，你都没死成，你就别死了。谁跟你说我要死了？你又撞墙又上吊又自杀的，现在还要跳楼，你想怎样？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要不是你和许太阳，我会弄成这样吗？我谁告诉你们我要自杀的？你们宿舍的女孩说的。我们宿舍的人却是他，他凭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哎，这就走了？不是跳楼啊？你还真希望他跳楼啊？得了，什么情况啊这？啊。吃点东西吧。你不知道我不吃泡面，上次电锅被收的时候我就说了，再也不吃泡面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什么意思呀？哎，你自己是不是也觉得理亏啊？别以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为了许开阳自杀，这个谣言都是你传出去的。你说我招你们惹你们了？我每次一遇到许开阳我就倒霉，一倒霉你准在。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这些谣言不是我传的，凭什么相信？你信不信都无所谓啊。哎，我最讨厌你这副态度了，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仙女的样子，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小龙女呢？那你呢？你以为你是黄蓉啊？对呀、啊，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载，怎么样？嫉妒啊？那林静呢？才不是不要我了呢！
你敢吗？我没喝过酒。你满18了，可以喝的。敢吗？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还是难被你忘掉。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几度飘渺，醒来已经不堪寻找，何时能